功夫踢波有得谂咩？功夫加足球就梗系有得谂啦。但系弹琴加靓女又点谂呢？李云迪徒弟李元玲弹琴了得，来自马来西亚嘅佢，除咗要大家知道佢琴艺了得之外，亦都知道视觉享受好紧要噶嘛，所以成日都喺 Instagram 大派福利图，俾大家大饱眼福。